pool, Xbox, booze,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we're in one of the coolest clubs in Beijing. Well, you'd be right, except it's also a practice studio where musicians can get together and work on their newest material. We're in the Xiao Wei Music Club, and it gets the full soundstage endorsement. Hey, don't film this. Hey, seriously, why are you still filming? Hey man, turn off that camera. I think 生活就是应该是随意一点，别活那么累。生活也应该是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特别纯粹、特别简单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歌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怎么跟 Jonas 认识的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在SP 在四月二十五号那天，我们去参加一个演出，小平，完我们跟那块演出，突然
看到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小潘过来去旁边吧吃饭，顺便路过这块儿，然后呢听到我们的音乐，觉得我们的音乐很酷，所以进来以后呢把名片交给了调音师小龙，这样忙我们演完出以后呢，小龙把名片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跟小潘同志然后见了面，给我们做这个采访。而且现在吧，摇滚乐在中国来说的话，我觉着也是一个爆发，这个爆发的时期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前几年吧，中国的摇滚乐可能还不是特别主流，但是现在呢，通过咱们中国的各大媒体对摇滚乐也非常的关注，然后也有了好多摇滚的一些节目，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开始的时候，因为现在音乐风格也比较多，都是特立独行嘛，但我们还是想更随意，也有很多的就是竞争对手乐队的这种，比如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然后做的电子啊这种就是效果特别好的，但我们呢还是比较喜欢原生态，四大件的东西，对对，特别的好，特别的自由，这样更好，特别真实。摇滚乐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对，我们不想就是装逼啊装孙子那种特别傻逼样，我觉得特别不好。然后我想随着那个时间的发展的话，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这种摇滚乐会再过五年时间又会和现在又不一样，也许那时候中国的摇滚乐可能会能更好的走向世界，能更为好的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其实跟国外比来说的话，我觉着中国的现在摇滚乐可以能达到跟国际的水平差不多了。反正我个人认为现在好多的地下乐队就基本上都比国外的乐队牛逼，这是我认为的，比美国英国日本都牛逼。对，不比他们差。对，不比他们差。虽说我们东西可能去学他们，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养分的东西我们去吸收，但是呢我觉着吸收过来以后我们做的会有自己的东西会更牛逼，比他们牛逼多了。